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请进。好，来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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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快进去吧，那个都是达哥的妞。不成亲了。啊，谢谢各位大哥的支持。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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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们都看得清楚，辛苦辛苦啦！放心，十万，绝对安全。你是最专业的。六六六六六，坐啊，招呼不招啊？好好好，有什么事儿直接叫我啊。好的好的，一清二楚，都要在心里啊。像这个沙律啊、汤类啊、牛肉类，还有我们主推的一些披萨。 还有什么双拼爬类、风味爬类，不要出现，客人问你们啊，我需要点什么，你不知道。然后我们家主推的是红酒，你看每个桌上，不要等没有酒了再过去整啊。嗯，干嘛呢？我都替你急死了，你这招的什么人这是？我跟你说，回头我要给你进行一些什么服务业、餐饮业的培训，知不知道？那这个是你最懂的啊，那辛苦你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来来来，干杯！ 啊，还有你这个手机呢，这个手机是在这儿静止的，好吗？现在是上班的时间，这个手势也不对，手势起来，哎，起来，然后那个头抬起来一点，抬起来，然后等一下，然后要微笑。法国有话跟你说。来，看一个，来，招呼不中啊？常来玩吗？抬起来啊！来来来，辛苦辛苦啦。 微微，你别走，微微，你听我解释。你给我松开！我不松。松开！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意识冲动，我真的认识到我的错误了。错哪儿了？我不该藏私房钱，不该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，造成了不好的影响。我保证。 以后我挣的所有的钱，一定交到你的手上。零花钱、发不完的，也全部充公。还有呢？啊，还有，我不该把私底下的想法在不恰当的场合说出来，不尊重你爸爸了，伤了你的心，伤了你爸的心，伤害了我们的感情。 可是，也不能全怪我呀！你爸平时对我那态度，造就了我长期想反抗的心。我一直委曲求全，心里憋闷，我才一激动说出那样的话。算了。哎，我错了，我再激动也不应该不尊重你爸。你这样，我回头。 当面给他道个歉还不行吗？算了，老婆，王闯，你知道吗？你每次都假装来道歉，但是你压根儿就不觉得自己错了，或者你真的就意识不到自己错哪儿。咱俩结婚这么久了，你还像个孩子似的。是，我爸有千般万般不好，但是他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咱俩好。 咱们俩走到今天，出了这么多事儿，不能从别人身上找原因，跟别人也没有任何关系。
我看你也是真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。算了，离婚吧。哎，那也不能全怪我吧？哎，那你爸的问题，你不能总挑我的刺儿吧？我有什么错呀？你挑我什么刺儿啊？啊啊！许巍，你过分了。哎呀，哎，许巍，哎呀，哎呀，怎么回事，同志？他，我，啊，需要帮助吗？我摆了一下，没事，谢谢警察叔叔。哎呀，谢谢。感谢啊，谢谢。今天会所能开业，承蒙各位的赞助。好，来，谢谢。不客气啊，谢谢啊，喝着。王闯啊，王闯，哎，腿怎么了？往里坐，往里坐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磕了一下。不会是薇薇家暴你了吧？想什么呢你？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家都快散了，家暴什么呀？还家暴？哥，我来瓶酒吧，我想消消愁。来瓶酒。就那么点事儿啊？啊？愁什么愁啊？听哥一句劝，诚诚恳恳的去认个错。道个歉，给老爷子一个台阶下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毕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数落老爷子，确实不像话。哎，怎么翻来覆去又是我的错呀？结婚这么久，我都服了多少次了？我一直委曲求全，处处忍让，怎么我就冲动这么一次啊？全世界人都要拿唾沫星子淹死我是吧？我不信徐北洋凭什么这么欺负人？我这次一定要跟他抗争到底。妹妹，音乐先停一停，音乐先停一停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晚上我女朋友的姐姐的酒吧开业，我要请全场喝酒，给她一个惊喜。你记住，我女朋友叫吴一诺，我是罗世雄。Listen, gentlemen, 让我们欢迎刚刚来到会所的这位尊贵的客人罗世雄，罗。罗公子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一个喜事啊！今天会所里的所有人的所有消费将由罗公子全部承担。太开心了！基金将属于你们，荣耀将属于我们这位罗。罗公子说，荣耀将属于我们的吴一诺小姐。这老公子是谁？这么阔气！就是啊，什么时候钓上这么优质的男人，也不跟姐们分享一下？嘿，优质的鬼，这个脑子可放大。脑残，脑残好啊，这多听话，钱肯定归你了。这你都不喜欢？诺诺，你们家傅公子来找你了。我不姓傅，我姓罗。诺诺。我说怎么哪儿都有你呢？我这不是听说你姐的酒吧开业吗？我可是特地来帮你祝贺祝贺的。跟大家一块玩嘛，是不是？哎，雷达，来，帮忙。大姐夫，罗公子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！今天罗公子真是阔气啊！啥意思啊？罗公子喝酒吗？啊，这喝。最贵的，没问题，明白，稍等，那行，那我就坐这儿了哈。来，喝酒，留给你们尝最好的酒。咱们家最便宜的酒卖多少钱？最便宜的300多。算了，你去后厨，把做红酒牛扒那个10块钱一瓶的，全都拿出来。这个我也会玩，你让我陪你玩吧。二十，十，十，二十，十，
子，这是本店最贵的酒，88888一瓶，给你打个折，88000，开开，没问题。罗公子，一箱呢，请慢饮。没问题，再来一箱可以。谢谢不？好。哎，罗公子，你这衣服是巴黎刚上的新款吧？真有品味。你不是说你帮我搞定他吗？他怎么还缠着我啊？他可能真的喜欢你吧。他那猪脑子懂什么心？喝酒，喝酒。喝呀，你看我一酒。对呀、啊。你们先喝，你们先喝，别走，你们先喝，一会儿我买的。那个东东又来了，快帮我挡挡。诺诺，哎，诺诺，诺诺，姐夫，我去找吴一诺的，你别拦着我呀。他那么不待见你，你这么找他也没有用。他待不待见我是他的事儿，我喜欢他是我的事儿，只要他一天不答应我，那就算是天涯海角海枯石烂，我也会追到底的。真死心眼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么死缠烂打没有用，哥给你指条明路。姐夫，那您多指教指教。看见那个人了吗？穿黑衣服那个，喝酒那个，他是谁啊？他是你二姐夫王闯，许家正牌的姑爷。你别光知道缠着吴英啊，你怎么不想着去给你二姐夫取取经啊？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。那行，谢谢大姐夫，那我去了。去，谢谢。这胖小子傻不拉几的挺可爱的，我不舍得宰他，一会儿结账的时候给他按活动价算。二姐夫，我是罗世雄，吴一诺未来的男朋友。未来？那现在呢？这个现在还不是，但是不重要。我相信经过您的指点，咱俩在不久的将来绝对能成为连桥的，我坚信。我能指点什么呀？我二姐夫，您是得到过就是吴一诺姐姐的男人，我真的特别诚恳，特别诚恳的想向您请教，您是怎么追到他们家女人的？其实啊，老许家的女人都特别的好追，你没有找到关键问题。二姐夫，您多指教指教。大舅，这边。干了。行。哎呦，不错啊，你小子，看来你是真喜欢吴一诺。我真的特别真心。行，那我就跟你说说这关键了啊。好。要想搞定许家女人，必须先搞定许家老泰山许北洋。许北洋？哎。那我咋去搞定？咋搞定？办了。今天玩的很开心吧？行，以后常来啊。好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大壮。
商务不周啊。走了，徐志姐。好，拜拜拜拜啊。拜拜。哎呀，姐，你看一看，没事没事，交给我。你说好看吧。哎，拜拜，王闯，早点回家。啊。